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话新闻。民进党总统的这个初选的参选人啊，蔡英文啊，就是民进党的主席，他这个说，如果他当选总统，决定在2025年让台湾啊变成非核家园。好，那除此之外是核四虽然现在已经几近抵定的阶段，但是呢未来他当选总统也不会让他商业运转。除此之外这个核一核二核三戒龄都应该要退役。那么国光石化他认为应该要迁出台湾，以往中东或者是沙地阿拉伯。好，那么他说非核家园是这个朝野的共识，但是水兄拢无人定出目标，这是他第一次发表这么重大的政策的这个宣示。那到底百姓挺不挺啊？今天国民党出来讲讲，哪里电得起哦？电不够用哦，那么已经开哈侪钱啊，安尼这是足大的损失，好，这也是确实，好，这也是确实。不过，如果发生核子灾难的时候，台湾的损失要怎么估计呢？所以百姓挺不挺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那另外是我们要给大家看日本核电的这个灾难，似乎并没有平息，因为这个三号机组说核心它的燃料的这个炉心已经受损，好，受损。甚至于那个最核心那个部分受损，所以这个外泄，好，外泄的程度很严重，外面测到的是一万倍，好，所以已经有人受伤。好，那么怎么来看待呢？今天也要来这个分析。那么赶快来介绍来宾第一位是前时报周刊的总编辑吴国栋，国栋兄弟好。朋友，台湾好。另外呢是台大资讯工程系的教授高成炎，高教授，高教授好。朋友，大家好。好，另外呢是民进党蔡英文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徐嘉青这个徐议员你好。洪仪兄，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好，另外呢是动物大学政治系的助理教授徐永明，徐老师，徐老师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好，以及政治记者钟连晃，连晃你好。洪仪高不用请，大家好。好，另外呢是台北大学工行系的副教授侯汉军，侯老师，侯老师你好。洪仪好，大家好。好，资深的媒体人何博文，博文你好。大家们大家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会开放给大家这个语音投票哈。那到底这个蔡英文说他选上总统，那么核四就不商业运转，大家支不支持哈？那现在呢，我们要先来看蔡英文他这个原意是什么？他的这个政策的宣示，来我们来看 VCR。生产线绕一圈，蔡英文思考产业转型，但才刚说过国光石化厂可以改设在沙烏地、阿拉伯等中东产油地区，一番话引发经济部质疑，产业链可能爆发出走潮。应该是不会的，我们内需的所需要的这一些石化原料其实是够的主要的就是这个三星厂的扩充，已经把我们的八氢跟我们很多的将来的石化的需求其实都已经考虑进去了那我们比较需要考虑的就是在国际市场了但是国际市场可以不把这个厂放在台湾，可以把它放在产油的比较接近油源的这些地方来设厂。为国光石化争议解套，蔡英文更抛出2025年非核家园计划。这个跟我们2001年这个核四停建是一个不同的思考。2025非核家园计划是一个提出来让大家共同来聚焦讨论。让我们来共同形成社会的共识，走向非核家园的一个行动计划。那么媒体把它等同于2000年的核四停建，这是错误的报道，这是刻意的误导，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全面的来检讨我们是不是要让核四商转。反对核四商转被平面媒体说成选上总统核四就喊咖，蔡英文实在不能接受，更加码解释他的非核理念跟2000年扁政府核四停工立基点大不同。跟我们2000年的情况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了？第一个，我们在过去几年的电力供给并没有欠缺，通常我们所谓的备用量
达到15%就足够了。但是过去几年我们的备用量都超过20%。那换句话说，我们是有可能在没有核电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足够的维持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电力供给。全台湾用电量加减乘除是硬邦邦的数字问题，但总统初选跑道上能源政策扯上核四争议，绝对是后坐力十足蔡英文的政治难题。好，所以对台湾的影响，我想选谁当总统，那么最重大的分水岭已经出来了。选马总统，那就是继续核四运转，好，这样子。那么核一、核二、核三延役，好，继续这个延长他的年龄。那如果选蔡英文，那么显然他当上总统之后，核四就不运转，2025年全部把核能关掉，好，这样子。那么国光石化在台湾是不会盖的，所以这个两个人的这个重大的差别，好。那我先请教徐老师，我先不谈这个核四的利弊得失，我先来谈对政治效应上对蔡英文的影响是什么？是加分还是减分？洪毅，我觉得哈，蔡主席哈，尤其当这个总统参选人哈，我觉得他的身份讲这个非常重要。嗯，洪毅重要在哪里呢？这个事情哈，是一年后，不论是马英九坐在总统府里面，或蔡英文坐在总统府里面，或苏贞昌坐在总统府里面，一年以后可能台电就会给你一个公文说，那燃料棒要不要放进去了？嗯，对不对？嗯、那时候民进党再来反悔说，哦，没有，我们是非核家园，燃料棒不能放进去。不如在这个时候，嗯，洪毅，全台湾好好的讨论一下。嗯，尤其日本的例子在那边很清楚啊，这不是切尔诺比尔哦，不是在俄罗斯什么乌克兰那个地方哦，就在日本哦。嗯，所有的台湾人民现在对日本有很多次资讯，我觉得大家来共同决定一下，台湾未来要走哪一条路？嗯。洪毅，这也不是统独哦，对，这是一个非常清楚台湾未来要走向哪里，好，台湾这块土地未来要走向哪里，不是主权的问题哦，是很实实在在民生经济的议题哦。那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蔡主席抛出这个，虽然媒体今天早上给他抹黑了，说什么一当选就要停，嗯，可是我觉得很好，那好好来辩论，那马总统你的立场是什么？嗯，对不对？我觉得苏贞昌可以把他立场讲出来，洪毅，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嗯，因为这个真的实实在在是一个十字路口。嗯，你若核四要商转，你要把燃料棒放进去。嗯，洪毅，那我们就是一个很清楚核电厂在那里。嗯，对不对？那你如果决定不要，你要非核化，你的步骤做法是什么？我觉得蔡主席今天讲，我洪毅今天媒体都在讲说有后坐力，我不觉得这是有什么对蔡英文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嗯，我觉得他把一个总统候选的高度做出来。嗯，我们那时候不讨论过吗？日本一发生事情，德国总理梅克同样是女性首相，她做什么事？嗯，把她17座先停，检、嗯、查核能政策要重新检讨。我们台湾才3座，嗯，对不对？不能检讨吗、嗯？我们现在检讨就会缺电吗？我觉得哦，国民党现在不要再去吓唬人民这些事情了，嗯、否则怎么会大商人、红财团的大老板张荣发出来讲说，通通都停掉，通通都废掉。对，我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人民的声音吗？难道只有真的是蓝绿而已吗？我不相信，住在台北市、新北市，很多泛蓝支持者，很多军工教人员，他真的相信说，那两座核电厂是菩萨坐在莲花座上面吗？看看最近的核安演习是怎么搞的。你觉得这些军工要人员会相信说马英九讲的是真的吗？我才不信呢。是，你好。我觉得蔡英文这个时候丢出这个议题非常好哦。刚刚徐老师讲过，这个议题无可回避啊。嗯、你早晚也都丢这个问题。好、哦，而且我觉得现在今天媒体把它跟2000年核四停工做连结，我觉得那个是恶意的连结。我先不讲恶意的连结，因为这是一个假议题。嗯，核四已经完工了，没有停工的问题。嗯，现在只是要不要进行商业运转，就是公开干单白话就是、那個有辐射线那个燃料棒要不要放进反应炉里面，让它开始去试运转？因为它的硬体建设差不多都做后啊嘛，所以没有停工的问题，不要被那个假议题误导、啊。第二，我觉得现在讨论这个议题很好，为什么？福岛刚发生事情，大家离日本离我那么近，坐飞机能将近都高啊。这个时候，台湾的人民正好可以好好去思考，说台湾需不需要再负担这么有可能发生的高风险？大概扣零五灾哦。核市场如果完工开始商业运转，台湾的核电厂密度是全世界第一名，上关呢？
最高的3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有4座核电厂，这密度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注意去查一查，全世界领土面积比台湾小的国家哦，几乎没有人盖核电厂。新加坡有没有核电厂？新加坡没有哦。新加坡经济好不好？很好啊，失业率比我们低啊，经济成长10几%。对啊，失业率嘛，比咱较高，我记你前几天2点多嘛，比咱较低嘛，比咱好真多啊。所以核电等于经济发展，中间没有等号，所以不要再骗了啊。另外，我觉得这个问题，意大利也没有核能电厂，对，意大利也没有，纽西兰更不要，纽西兰也没有，要不然纽西兰前一阵地震，恐怕灾情就不止如此了啊。所以我觉得核电不要跟经济发展去画上等号，这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哈。蔡英文今天讲的话，伊唔是讲一栋算何时被停，因为2025年够十四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到非核家园，这是按部就班的。这中间可能包括你要找替代能源，怎么样把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想办法减少，或者说移到其他的国家去投资哦，这个都是可以讨论，大概也让后话讨论。所以我建议蔡英文蔡主席哦，这个时候不要退缩。虽然今天很多压力是反对你的，包括来自党内党外，恐怕各种意见都有。可是我觉得利用这个机会，把这类非核家园这个理念，好好的一概给讲好清楚。外界越质疑，你越讲好清楚，因为你讲清楚的时候，当人民了解的时候，他可以做出选择的时候，红衣你头就开始讲的嘛。现在已经有两个东西可以选择了嘛，核四要不要商业运转？国光石化被继续起无？这两个显然蔡英文的主张跟核一、核二、核三要不要处理？对，显然蔡英文主张跟国民党马英九的主张是不一样。那苏贞昌先生因为他还没有讲，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主张是怎么样。但是现在有两个明显的区隔哦，这个其实哦，台湾人民其实你是有选择，你是可以选择的啊。是，那我请教一下徐玉言哈，这样你是啊这个小英的发言人是。那么，可是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厂现在盖到现在大概花了2700亿了，对，砸下去了。那不商业运转，难道就让它在那边闲置吗？其实全世界哈已经有相当多的核能电厂是盖好以后，根本就不运转，直接给它除役，就摆在那个地方。这个是啊，等于是2700亿多啊，2700亿是这样，你要付出的代价，未来有可能甚至是2700亿的不知道多少倍。你以这一次福岛的这个核灾哈，总的来讲，除了地震跟海啸所造成的因素以外，你看这个核灾本身所造成日本的经济重创，恐怕那是不知道几兆可以去计算的哈。所以你如果把这些成本计算进去，就算不算这些成本，其实核废料的这个储藏的成本哈，以及这个前置引发很多这个人民的争议的社会成本，这些都算一算，其实核能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台电现在跟我们讲，哦，这个核电吼是较安全啦，吼较清气啦，较俗啦，这种是片面之词。你若经过台电所有的资料提出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讲，足奇怪哦，一部分的资料我给你藏起来，无跟你讲哦，吼。咱台湾主席兄吼，到2009年，台电提供给我们的资料里面吼，那你备用电力吼是有28%，28.2%，嘿，28.2%吼，啊，全世界在做这个评估的时候，说安全就安全的，15%都已经足够的呀，吼，预备15%，那中华民国吼，台湾曾经有多少趴呢？1993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只剩下4%备用电力，迄阵那么多过去啊。国民党咧，这情嘛，无安怎，对不对？更何况到今天，去年为止还有24%，23.4%，所以就远远多过这个所谓的15%的量，那咱今天要问一下，那核能发电占多少趴？核能发电它的发电量是18%，所以你若把这部分扣掉，听说现在又降下来了，12.6%的样子，12.6%，嘿。因为这部分因为咧维修停机吼，所以就阁降落来吼。所以起码就讲你扣掉这部分吼，咱还有5%多，吼。但是5%多，唔是讲干那就摆咧遐，咱无其他来增加。咱事实上是有诶吼。你比如讲这个屏东县足侪88风灾料，遮农民讲啊，我来买个饲鱼啊，对不？我就来养料的时阵，台电本来讲要讲买电收购，但是一再反悔啊。好，这个再生能源条例已经通过啊，伊无按照这个规则去做哦，改外加电力来用。其实，咱若按照过去吼，一直政策上这样走下去，我们再生能源的替代率是可以到6.5%，未来10年就可以达到了。吼，所以6.5%就爆起来。另外呢，咱过去的加旧的这机电吼，这个尤其是石化厂的啦，吼，包括天然气的啦，包括石油啦、煤炭啦，这些都加来买对吼。你若改伊的机组设备改更新提升，也效率。起码我经济有37%，所以练一水工，练一水工，电其实是够用的，绝对够用。但是2700亿，其实恐怕就要等同丢入海里了。两千七百亿。
这就是一个过去的政策的决定嘛，吼、哎，啊，迄2700也有可能因为安尼生，吼、嗯，大家感觉真可惜、嗯。可是你要想，你若用落去了，你不是2700亿尔，你是2700亿，唔知几倍的代价咧后边等你、嗯嗯嗯，而且人民吼的价值不是用钱落去计算的啦，吼、嗯嗯。所以我是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嗯，未来要重返执政的过程，我们必须要很负责任跟人民讲、嗯，所有这些选择，吼，是阮这个政党要为台湾负责任的，啊，我要用。为遮行，大家要跟阮行无？啊，若买的时阵，咱就必须这个时阵好好来讨论吼。当然过去阮有一挂经验，大家干嘛讲哦？讨论不足啦，吼、哦，贸然实施大家会有疑虑吼、可是我相信，今天台湾社会民主的这个程序，经过反复的讨论、理性的讨论以后、我想这真理是越辩越明吼、未来我想国民党要拥核嘛、对不对吼、那民进党主张非核嘛吼、啊，这价值就差就这样嘛吼、那我们主张非核的过程，同时我们也。要去面对一个问题的，就是讲台湾的产业要不要转型嘛？贵体机关高耗能、高污染、哦、高碳排放量的这款产业、你要不要去做一些这个、提升或者是转移、所以我觉得户籍里面进动的是讲，我爱搞这整套的配套措施。所以2025年非核家园计划，不是跟他关掉核四不商转、是整个配套计划。而且为什么是2025年呢？是南永基嘛来看哈。拍摄，其实安尼要修蛋子了，因为啊，这个等一下要进广告。不过我想这是个震撼弹，为什么？因为。啊、台北市有270万人口，台北县有380万人口，好、哦，那么加起来大概就是660万人口，那么宜兰加基隆超过100万人口，那这样子就700多万人口，桃园现在已经破200万，就等同于这个地方有1000万人口，合一、合二、合四就在这里，好、哦，如果一出事，这1000万人口大概都很难这个逃避。所以这1000万人口心里面会想，他要不要跟这3座核电厂当邻居？如果发生事情怎么办？还是他们只想着说，我电较俗咧，好，我电较俗咧，啊，我宁愿冒那个风险，好，这样。所以等下来我们会回来继续讨论。那么现在语音投票大概等同于已经有1000啊1万，那比数是9500比112，好。那这个非常的悬殊，那这个是不是啊代表民意？等一下来我们会继续讨论，先休息，进广告。